我是好奇宝宝，今天在这个2013年的慧行杯访问到这个来自香港啊碧涛，这个碧涛这个游泳会，香港碧涛游泳会的两位非常杰出的这个选手啊，一位是这个梁黄燕霞哈，另外一位是吴荣好，两位非常好。这位是梁女士呢，她是60到64岁这组啊，对，那吴女士是70岁以上那组。那我想要访问一下这个梁女士哈，为什么她游得这么好？因为我昨天跟她同一组，她4分多就到了，我到5分多才游的。我可以请问你，点解游得咁犀利啊？4分钟就到了。那我啱啱问过教练，你系里边最叻嘅。最叻个这个哦，我请问他说的那个教练刚刚夸他是这边最好的一个选手啊，我想请他问他这个秘诀是什么？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秘诀系咩？唔饮冲水，因为平时都要翻工。哦，你而家60岁，仲要翻工？翻嗰啲补，即系唔系翻全职噶啦，而家。退而不休啦，退而不休啦，做咩事啊？做咩？做护士，做护士。哦，他是做护士，退而不休，点解可以游得咁快啊？讲一下咧。唔知啊，喺得闲就冲水咯。你本嚟就会系选手嚟噶。不是選手，你本來不是選手，即大家都學自己，自己游下游下咁樣咯，即係初連自由式都唔識游，自己係咁練，睇住人哋咪練咯，自己練啦，自己加油得噶啦，人哋幾歲開始游水啊？唔係我中學都小學啊，唔係中學都識游，開始游水嘅，但係就一路就冇游，咁啊到啲細佬哥大咗咧，見到有成人班。成人組的比賽咧，咁啊學跟埋人哋一齊自己咁樣遊咯，咁你參加呢個游水會參加幾年啦？哦，而家我參加呢啲賽都有成香港嗰啲都有成十多年㗎啦。哦，咁10多年年年都係比賽咯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哇，每年年都得獎啦，公嚇。唔係，你哋唔參加啫。你唔參加，我咪攞咯。我睇見你嘅體能啊，瘦瘦嘅，點解瘦瘦都可以游得咁快啊？四式都得喎。萬能老伴咯。嚇？萬能老伴咯。因為我唔中意游一行嘅，好悶咯，覺得。我又中意咧，每樣識游下咯。係。多謝曬你嘅那個嚇。另外我要叫你吴教练是吗？因为2010年我访问过你了啊，谢谢。那时候你有教我这个蝶式的秘诀啊。我要都系要请问你，你哋可以有咁多人嚟参加嗰阵？梁黄碧霞，尽快到捞捞捞！啊，要游水嘅未？佢要游啦，佢参赛，佢参赛。哦，继续啦。你哋呢个游水会啊，咁多人，咁你系嗰度嘅教练都系教练？唔系，我都唔系教练，因为教练喺后边。系啊系啊，老师教练啊，我啱啱，你坐住啦。因為我都係嚟嘅，我啲興趣班嚟嘅。可以啦，玩下咁就啊，玩下就上咗癮，中意玩咁啊，日日都去游下水啊，種興趣啊，就唔止話游水啊，玩整溺啊，玩一啲急救啊，樣都玩，樣一啲。所以你等於係一路都係喺游水呢度。我比賽已經係20年啦，我比賽已經20。哦，比賽咗20多年啦。哦，真係。我中意玩。樣樣都玩啲，我冇問題啦。即係上咗年紀更加中意玩，即係冇乜嗜好啦嘛。游水係最好啊，對於健康嚟講啊。如果攞到獎咁啊，更係有安慰啦。攞唔到咧，覺得開心，即係識得朋友健康同埋好玩，跟住打下招呼啊，咁啊都好開心咯。
所以游水是好的。是啊是啊，好好希望多些人老年都去学游水，玩下水是一种很健康的运动。哦，是啊是啊，多谢你访问，多谢你今天再次接受我的访问，我们上次就访问过你，好，多谢晒，唔知。